色大乘论，啊，和尚您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1面。悟三四一义。那么本论的整个修学纲要呢，有三个重点啊，也就是讲到大乘的进行果。那么所谓的进呢，就是甚深见啊。那么这个行就是广大行，果就是究竟果啊，有三个重点。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一科呢，是讲到甚深见啊，就是身为一个大乘的菩萨，我们在行菩萨道之前，我们应该如何去观察生命的真相啊，就讲这个重点。那么这个甚深见呢，这个无着菩萨呢，是分成两个重点来发挥的啊，一个是所知一，一个是所知相。这个所知一啊，是讲到生命的依止处啊，或者说是生命的根源。那么这个所知相呢，是讲到生命的差别相。那么所知一跟所知相的互相的关系呢，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体用开合的关系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们今天把生命啊做一个开展，所谓的一体起用，那么就是显现出所谓的所知相啊，有这个依他起相、遍计所知相跟缘成实相啊，这么一个多彩多姿、变化多端的生命。那么如果我们把生命做一个缩合啊，摄用归体，那么就回归到现前一念心事，这阿赖耶识就是所知一了啊。所以这个所知一跟所知相啊，是一个体用开合的关系。这个偶益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宇宙无非理薄，而薄一中者究竟是什么人。那么第一句话就是对生命的开展啊，说宇宙无非是一个理薄啊，就是生命啊，它是不断的相续而变化的啊，我们前生可能是一只蚂蚁，今生变成一个人，来生变成一个天人，所以人生就是一个暂时的过客，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刹那刹那的一个生命的相续的点，串成一个复杂变化的人生，所以我们只是个过客。那么这个宇宙无非理薄，就讲到所知相了，讲到三相的啊，生命的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差别。但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生命，到底是谁在那个地方流转？流转三界中，流转者谁？那么简单的说，就是现前一念心是在流转啊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种子啊，那么不断的不断的变现很多差别的果报，让自己受用啊。所以说我们在了解所知一跟所知相啊，就是用体用的关系啊，就能够了解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悟三的四一义。那么这一科呢，是讲到所知相啊。所知相这一科当中有六段啊，第一段是初题，第二段是四明啊，现在是第三段的四一义。这个前面一科的四明啊，是说明这个三相的个别的内涵，叫做四明。那么这一科的一义啊，是解释三相的互相的关系啊，他们之间互相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，是说明这个道理啊。那么四义当中分成两段，一问二答。我们先看问的地方，
复次，此三自性为异为不异。那么生命的差别相貌有三种相貌，那么这三种是差异的啊，差异就是说呢，它彼此间的性质是各自独立的啊，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叫差异。或者说是不异，这个不异就是相同啊，彼此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啊。那么就是把这个三相的关系啊，到底是相互的差异，或者彼此是相同的啊，提出一个问。这一下回答。回答当中有三段，一双飞，二一一致性标三一门，三别是三性成一门异。先看这个双飞啊，先做一个这个回答。一眼非异非不异，那么这个三者的关系啊，应该说是非异。这个非异呢，就是互相含摄，叫非异，就是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啊，那么彼此间是互相含摄的，叫做非异。那么非不异呢，是说明了各有体相，虽然互相含摄，但是三个法都有它各自的体性跟相貌，它各有体相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，它这个非非不异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后面的文啊，论主这个无着菩萨他是说，在三相当中呢，他是以依他起相来做基本的，也就是说呢，从依他起的法当中呢，我们内心跟依他起接触，产生心中的妄想，安立做片剂子。那么我们修习我空观法空观，把心中的妄想消灭的，安立做言成实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这三个法是以依他起做基础的，当我们是觉悟的时候而安立作言成实，当我们对依他起产生迷惑的，安立作片剂子。所以说这个三个关系啊，它主要是以依他起相来做一个基本点的。好，我们看根二，依一自性标三一门，为依他起自性由一门故成依他起，即使自信由一门故成片剂子，即使自信由一门故成言成实。这个我们先看这个他这个三相啊是怎么安立的，就是依他起自信呢，是由一门故啊，有很多的差别的因缘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依他起啊，主要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的了啊。那么这个种子有很多很多的业力的种子、名言种子、我见种子啊，就很多差别的种子的因缘啊，而成就的依他起的法。即此自性由一门故成片剂所执，那么也是因为这个依他起啊，我们面对依他起的时候有一门故，这个一门就是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。那么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去接触这些因缘果报的时候啊，内心产生一种相似的影像啊，这个影像跟外在的境界啊有点相似，但是不完全一样。那么这种影像升起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叫做片剂子。那么当然每一个人打妄想是很多的了，所以这一门就是很多很多的嫉妒分别啊，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相似影像。那么这个相似影像为世学安立作片剂所指，即使自性由一门故成言成实。那么当我们修学的佛法开始回光返照啊，不管你持咒也好，念佛也好啊，那么总之你要把你心中的影像消灭掉。那么当我们开始去消灭心中的影像的时候啊，所谓的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安立作言成实性啊，破除片剂执而开显言成实性。当然这个破除的方法也是很多很多的啊，所以它叫差别因缘啊。所以说本论把生命的相貌分成三相啊，
这个三项是以依他起做基本，啊，以依他起做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念明了的心接触的依他起，如果我们今天是产生迷惑颠倒，我们就活在自己的一种相识影像，这个叫偏执执。那么我们开始去消灭心中的影像，这个时候就证得严诚实，然后进一步再证得依他起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个譬喻，就是说我们讲水，这个水啊，它的体性是湿性的，但这个水它如果遇到了这个石头啊，或者风吹的因缘，石头的碰撞因缘啊，就产生很多的波浪，那么这个水就表示依他起，因缘所生的法。那么这个波浪，这些变化的波浪啊，心中的影像啊，这个就是偏执执。那不管你这个波浪打得多高，变化有多大，那么它的湿性永远不改变的，这个湿性就是严诚实性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水波浪跟湿性的关系啊，就可以了解这个三相是一个互相含摄，而且是各有体相的，叫非一非不异啊。我们看第三段，别是三性成一门异啊，这个把这个三相的什么叫一门啊，前面只是讲到差别因缘，这个把差别因缘的意思讲出来啊，有三段，先看成就依他起啊。那么这个当中每一段都是有一个问跟答，由何异门此依他起成依他起，依他心喜种子起故啊。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异门，就是这个依他起啊，是什么样的因缘能产生依他起呢？啊，这个地方讲到有两个因缘，第一个呢是依托这个他法的心喜。那么依他起的法要升起，第一个要现行心种子。我们一定有很多的现行的啊，身口意的造作，那么这个造作它会产生种子，就成就一种因相，一种潜伏的善恶的功能，这个就是依他起的其中一个相貌因相。那么这样的一种功能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表现成一种身心果报种子起故，那么种子而升起现行，这个叫果相。所以依他起简单的说呢，就是一个因相跟果相的成立。那么为什么叫依他呢？就是说我们内心不管是成就一个善恶的功能，或者表现一个可乐不可乐的果报啊，这个法都是无自性的，他自己不能决定他的性质，必须是由他法来决定，所以叫做依他而生，依他而住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朵花，这个花是个果报相，因为它是一个现行法了。那么我们一般认为说，我们看到花的时候心中会产生一个相似影像，一个花的影像，我们会认为这个花是有自性的，它自己能够决定它的性质，其实是不对的，它本身是不能决定它的性质，必须由业力的因缘依他法，当业力消失的时候，这个花就消失了。那么你现在的身心世界，你说我现在这个果报体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，有内心的分别，一个人的，一个女人的思想，男人的思想等等，其实你现在的生命体啊，你自己也做不了主，它什么时候要消失啊，你没办法做主的。那么谁做主呢？依他而生，依他而住，就是由你前生的业力来做主的啊。所以说这依他起法它是变化的，它这个他这句话是重点，就这个法的升起乃至于这个法的相续存在，它自己不能做主，是由他法做主。那么什么叫他法呢？就是由这个种子，业种子，名言种子，这个种子，你过去所欣喜的种子的势力来决定这个法是存在多久，
就依他心习，那么依他种子而起。这个是说明这个依他起啊，它产生的一个差别因缘。看第二段的片句词，由何一门即此自性成片句所执？由是片句所言相故，又是片句所片之故。这是什么因缘能够成其片句词呢？啊，唯识学说是这个诸法三相，这个片句词是怎么安立的？这个片句词的安立啊，它必须有一个由是片句，就是这个能片句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。啊，我们一定有嫉妒分别。啊，你说这个木头它就不能片句的啊，是一个有明了性的第六意识。那么这个第六意识，它去接触所言相。就是所片计的依他起。那么当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去接触依他起的时候，就产生的片计所执的法出现，就也就是产生一种心中呢有一种相似的影像，这个相似影像就是片计所执了。比如说我们在晚上昏暗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个绳子盘绕在地上，那个绳子叫依他起嘛，啊，依他而生，依他而住，是业力所现的一个绳子。那么我们在昏暗的光线当中呢，我们的心假借眼识啊，去接触到绳子的时候，心中却出现一个蛇的影像，我们认为它是一条蛇。那么这种颠倒的相似影像呢，就是片句子。你说它跟蛇，这个蛇跟绳子还有一点相似，但是已经不同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从佛法的角度啊，我们内心所安住的啊，只有在第一刹那是受用依他起，那么第二刹那都是活在心中的相似影像。大部分人，除非你在修止观啊，你只要从止观出来啊，你就活在你心中的片句子了。这个片句子啊，对我们修行是一个重点的啊。就是说，什么叫重点呢？我们修学佛法，我们希望离苦得乐啊。但是呢，问题是我们好像要离开痛苦啊，有点困难。我们生生世世的修行啊，痛苦还是追随着我们。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痛苦的因缘是什么，是什么样的因素产生痛苦。我们没有把这个真正的因素找到。所以经典上说，一切业障海皆由我妄想生。我们内心产生的痛苦、压力，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外在的人事给我压力的。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心外求法，啊，其实不对，啊，就是你的心跟人事接触的时候，你心中产生一个影像，心中那个影像给你痛苦，那个影像给你压力，不是说外在有一个东西给你压力，不是这样子，啊，那么这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想要离苦得乐，就像楞严经说啊，你今天呢，啊，修行啊，就带着军队啊，要去攻打贼啊，你要先知道贼在哪里。所以你每天拜佛持咒啊，修止观，那这是一种正念力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个正念力，你所对峙的是什么？你这个军队每天在那边操演，但是你不知道你这个军队要去。这个贼在哪里啊？那你这个军队就白白的训练啊，就是由是片计所言相故，那么产生片计子。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内心去受用我们今生果报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产生很多很多的嫉妒分别，那么创造很多相似的影像，这个影像就会引诱我们去升起贪嗔痴，那么升起杀盗淫妄。
啊，这不是外境的问题，是我们心中捏造一个相似影像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片剂所指是这样安立的啊。看第三，言成实性，由何一门即此自性成言成实？如所片剂，毕竟不足实有故。那么这个诸法的三相，第三个是言成实相。什么叫言成实相呢？我们就着所片剂，这个所片剂就是你心中的一个相似影像。那么你对这个相似影像呢，你开始去加以修习我空观法空观来加以对治，使令这个影像呢毕竟不如实有，彻底的消灭。那么这个心中的影像消灭的时候啊，还复你心中的清净本然的本来面目，这个时候安立做言成实。所以他这个修行呢、啊，你不是去改变外境啊，就是改造你，或者说是消灭你心中的相似影像啊。印光大师经常说，修行之法要在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啊，你不要老是被你心中的这个相似影像这个妄想而转啊，就是使令这个相似影像啊，使令它毕竟不如实有，那么这样子就能够悟入言成实。那么这一科是讲到三相的关系啊，三相的关系啊。天禅宗的修止观啊，他是讲一心三观啊，他的一心三观的道理跟唯识有一点劣势，就是天台宗他摄用归体的时候，那是回归到一心，万法唯识一心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一心是现前一念心性，就是我空法空的一个真如理。但是这个一心它一体起用的时候啊，一心而延伸万法的时候啊，那么就产生三观了，空假中三观。那么它这个天台中的空观呢、啊，就是唯识里面的片剂值跟延伸时啊，破片剂值正延伸时，这个就是空观。那么天台中的假观就是依他起了，这些因缘所生的染净诸法，这十法界的差别因果、啊、都是假观啊。那么这个空有的平衡，空有同时，空有不二，这个叫中观啊。所以说其实我们不要说唯识天台，所有的修止观你一定要能够掌握开合的关系，就是你如果说是合，那是一切法如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，那无有少法可得，一切法如的境界。但是当这个心起用，那你不是止就是观，那么这个观呢就是空假中了啊，破除片剂值证得言成实，然后改造依他起。但是你这个当你止观观完以后，在摄用归体又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，就是一心而三观，三观而一心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体用的开合关系，就是所知一跟所知相之间的关系。那么你要能够把这个所知一跟所知相的关系掌握住啊，那你就知道怎么修行。你也可以一体起用起观，你也可以摄用归体回归到无分别处，可以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这个我们刚开始的甚深戒的、啊、就是为止观做基础啊。你一定要掌握第一个所知一是什么，所知相是什么，你才有办法修止观的啊。看第四科的辨品类啊。那么前面是讲到三相的互相的关系，这一下把这个三相的差别品类啊详细的开展出来啊。当中有两段，第一个列是三性，第二个广执所依啊，先简略说明这个三相，再说明这个片剂所执的品类。那么列是三性当中呢，有一个总问跟别答，有一个问跟答啊。先看总问，此三自性各有几种啊，说明这个三自性啊
有几种差别的品类啊。我们看回答的地方，回答有三颗，先看第一颗的依他起啊。为依他起列有两种，一者依他欣喜种子而生起故，二者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故，由此二种依他别故名依他起。这个依他起啊，我们说过啊，就是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啊，依他而生，依他而住。那么因缘所生法，简单的说是两个法，第一个是因相，第二个是果相。这什么叫因相呢？依他欣喜种子而生起故啊，就是我们曾经有很多的身口意的造作，而这个造作的行为的当下，这个业力呢，它会产生一种欣喜的作用，使令我们内心产生很多很多差别的功能。那么这个功能升起的时候，叫做依他欣喜种子而生，这个就成就依他起的因相。比如说你这个刚刚有拜一部88佛啊，内心的皈依，口业的赞叹，深夜的礼拜，身口意的造作，那么你这个时候所造作的所缘境是三宝的境界，所以成就一种功德的种子。那么这个种子升起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你内心当中有一种清净的依他起的因相升起，这叫因相。二者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故，这是因缘法的果相。那么这个果报法呢，它的果报的本身呢，它的杂染跟清净的体性是不决定的。果报不能说杂染清净的，果报是只是论可乐不可乐，就是说同一个法，那么你产生迷惑，那么这个法就会带动你的惑业苦。那么也是同一个法，你产生觉悟，这个法会启发你的法身般若解脱。你不能够说这个法是对或错。你说，哎，你现在的果报体有一个啊女人的身相，一个女人的思想，这个没有所谓的对错，也没有说染净的问题。它就是一个由业力所现的果报，如此而已。那么你善加利用，它会创造法身般若解脱。你不善加利用，它会产生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所以果报本身不能够论染净，果报的体性是无际的，只有因地才论染净善恶的啊。所以说这个果报呢，是杂染法、清净法的体性是不决定，不能成立啊。就是说这个讲到这个果相。由此二种依他别故名依他起啊，这依他起啊，说是因缘所生法，其实就是两个相貌，一个是因相，一个是果相。所以说啊，我们讲这个生命现象啊，佛法就是探讨生命现象。其实生命现象啊，回归起来就是两个相貌，一个是因相，一个是果相。就是你今生当中啊，不管你有没有修行啊，你就做两件事，你一生当中做两件事。第一个呢，受用果报；第二个，从果报当中呢，要去创造一个业力，就是做两件事。当然，同样是两件事啊，但是产生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别。这怎么说呢？就是你这个人生的动机，你这个人生观很重要。如果说啊，你人生的目的啊，你是来享受人生的啊，你是以享受果报为主的，那你今生就很难避免造罪业。就是你这个人没什么理想，你不重视你的因地，做什么都没关系，要紧的当今生快乐。就是你这个人生啊，以享受果报为主的，那你今生肯定要和累积很多的罪业。那么第二种人，他对果报是不在乎的啊，这个果报把它受完就算了，它是一个无常变化之法，
好坏都没关系啊，反正酸甜苦辣都应该去尝一尝。重点是我要实践我今生的理想，他是重视他的因地的。那么这个人今生会创造很大的功德。也就是说，你对人生的规划，你是强调这个果报的受用，还是强调你这个因地的造作？你是以实践理想为重点，或者是以享受生命为重点？这个地方会影响到你今生的整个成败。不过从佛法的角度啊，这个因地是最重要，所以佛法认为生命的重点在过程，不在结果。我们可以看这个中国的圣人孔夫子。孔夫子啊，他3岁丧父，16岁丧母，所以他经常感慨的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视。”就是他出生在一个卑贱的家庭呢、啊，所以他常常要做一些粗鄙的工作。他不但是少年的时候命运坎坷了，你看他就算学有所成的时候，他苦读圣贤之书，久修圣贤之道，啊，待嫁而孤的时候，很多君王也都不能重用他，所以他很多的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理想都没有办法实践，最后他转而从事教育。那你要是以一般的标准来看，从果报来说，我们从果相来看，孔夫子今生他的果相是失败的，但是问题是他的因相是成功的，他不管在什么样的顺境逆境，他都实践他的理想，以人为本的一个中国的克己复礼的思想。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行菩萨道，这点也是重要，就是说你不要太重视果报，因为这个果报你重视也没有，因为这个你不能决定，但是前生的业力所招感，那你要重视你的因地。所以菩萨界的精神一言以蔽之，什么叫行菩萨道的精神呢？凡事尽心尽力，成败交给业力。你活在你心中的理想，做你该做的事，但是这个果报这个依他杂染渐渐性不成，这个是不能决定的。但是你内心当中的因地，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做主的。所以我们在依他起当中要重视因相。看第二段的片计所执，我们看这个标跟四。片计所执亦有两种，一则自性片计执故，二则差别片计执故，由此故名片计所执。这个片计所执啊，就是一种心中的一个相似影像，但这个影像有粗细的不同啊。第一个呢，叫自性片计执。这个自性片计执呢，就是去执着诸法的自相，诸法的自相啊，这是不带名言的啊，就是我们说是一个啊具身的执着。我们心中看到花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认为这个花它不是依他起的，它是自己升起的，那第一个影像还没有升起名言的时候，这个叫做自性片计执啊，这是非常维系的。那么第二念升起以后呢，差别片计执啊，就是去执着诸法的共相，那当然共相就是依止名言的分别，它的共相啊，就产生这个花啦、好坏啦等等的共相的名言升起啊。比如说啊，我们今天看到一条蛇，我们刚开始看到蛇的时候还不是很害怕啊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条蛇，是一个有真实体性的蛇，那么你认为这个蛇它不是你心中的影像，是真实有的、离心别有的，哦，这叫做自性片计执。然后你就对着你心中这个蛇的影像安立名言，哦，它会咬人啊，这个有毒，它是有毒翼的，那么咬到以后会死亡的。那么当我们开始用名言思想名言
在这个舌的影像当中去产生嫉妒分别，这个时候叫差别偏激止，就是分别它的共相。因为这个舌是共一全世界的舌，不是你看到这只蛇而已，但是你看到的第一只蛇的时候是就着这个某一个时空的蛇叫自相啊。但是你开始去分别蛇的法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共相。所以这个片剂值啊，有这个自相跟共相的差别啊。我们看言成实性，言成实亦有两种，一者自性言成实故，二者清净言成实故，由此故成言成实性啊。这个言成实啊，就是一个真如啊，我空法空的真如。那么这个真如理呢，在唯识学也是分成两种，一种叫自性言成实，一个是清净言成实。这个自性言成实啊，在天台中的名词叫做在禅真如。在呢是存在的在，禅是缠绕的禅，在禅真如。在禅真如就是说呢，这个我空法空的真如啊，被妄想所缠绕，为片剂值的妄想所缠绕，叫做真如啊。它虽然存在，但是没有真实的作用。那么清净言成实叫做初禅真如，初离的初啊，就是我们经过戒定慧的修学啊，把心中的这个相似影像消灭了，还给诸法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。那么这个时候叫初禅真如，他已经出离的妄想缠绕，他有真实的这种极尽安乐的受用啊。比如这个花，这个花是一个色法，那么我们接触花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我们开始在花的这个外表的名言上打转，这个花怎么样啊，漂不漂亮，多少钱等等。那么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，你都是在你自己心中的影像打转，但是它的真如是存在的，你不能说这个花的空性不存在，它的空性的理还是存在，只是它不显现。它的存在呢，是被你妄想缠绕的，虽然被妄想缠绕，但是它是存在的，在禅的真如。好，等到你把心中的影像都消灭了，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，它的因缘法的本性是空的，那么它的依他起呢，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，这个时候叫初禅真如。这个在禅真如跟初禅真如啊，天台智者大师讲出一个譬喻，他说这个虚空啊，虚空呢叫做在禅真如，虚空虽然是我空法空，它是无有少法可得啊，但是他对杂然法没有对治力啊，说是凡夫也有佛性啊，那么佛陀的心也有佛性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？凡夫的佛性叫在禅真如，就是他的佛性只有性德没有修德，他的空性呢，对这个黑暗啊，虚空对黑暗没有对治力嘛，他遇到黑暗就变成黑了啊，所以他是对杂染法没有对治力。那么佛陀的心啊，他是虚空当中多一个太阳。他除了性德还有修德，就是这个他除了佛性以外还有这个修德，有这个无量无边的戒定慧的波罗蜜，所以他对杂染法有对治力啊。所以自性言成实就像虚空一样，那么清净言成实呢，就在虚空当中再多一个太阳，那你就知道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真如理啊，我空法空的真如亦有两种，一个是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受用，一个是能够受用的。看极恶的广执所依，前面是针对这个诸法的三相来说明它的品类，
这一下就单单就的片剂所值啊，来广泛说明它的品类啊，就的片剂值。那么这当中有两颗，第一个管片剂值，第二个管分别啊。先看片剂啊，片剂当中有四种跟五种的差别，先看四种啊。那么这当中有两颗，第一个列标列，第二个随难试啊。复次，片剂有四种：一、自信片剂；二、差别片剂；三、有觉片剂；四、无觉片剂啊。那么这个片剂值有四种了，这个前面两种啊，自信片剂值跟差别片剂值啊，前面说过了啊，一个是自相，一个是共相的片剂。那么在这个共相的差别片剂当中呢，我们又开出两种啊，就是这个思想上的依止名言的片剂啊，又分成有觉的片剂跟无觉的片剂。我们看下一段，有觉者为善名言，无觉者为不善名言。就是这个什么叫有觉呢？就是这种片剂啊，它能够记住善巧的名言啊，它能够用名言啊做很深入而复杂的思维。这个地方指的是人道的第六意识，人道的第六意识啊，人道的第六意识呢，他能够对诸法的善恶啊做很深入的思维观察。好，那么无觉片剂子呢，是不善巧名言，他的内心呢，他不记住这种善巧名言，是指的这个三恶道的啊，第一恶鬼畜生的片剂子，就是这个畜生道啊，他的内心非常暗钝，所以畜生道造的业啊是无忌业，他不能论善的。就是老虎去吃一个兔子，这个是不是罪业？这个不是罪业，这是无忌业。在这个有名延寿大师的中经论上说啊，畜生道所做的业全部是无忌业，他今生几乎不能创造因地，只能够受果报，就他只是一种直觉。那么畜生道的心暗度的状态就很劣势，梦中跟精神错乱的状态。你说他精神作乱造的业是什么业？也是无忌业，只有别报没有准报的啊。你说他做梦，梦中意识也是无忌业，为什么？因为第六意识太过暗钝，昏昧暗钝。畜生道的心也是一样，你看他的眼神就是昏昧暗钝啊。那么他今天会去吃什么，或者被谁吃，那是在酬偿他前生的业力。所以畜生道基本上没有创造因地的功能。我们这样子讲，讲的比较广泛一点，在整个依他体的生命当中有六道的轮回，只有人道啊，你这个第六意识啊有作用。有什么作用？有创造因地的作用。其他的五道啊，这个第六意识啊只是感受快乐痛苦，干不出什么实事出来。你看天人啊，那天人他的生命呢、啊、太过快乐，使令他内心太过散乱。也就是说，他来佛陀说法，四谛环一来听法，听完就忘掉了。畜生恶鬼地狱啊，他的内心极度的痛苦。我们知道这个痛苦太厉害啊，那个修习太多无意的苦恨啊，你也不能专心的。只有人道能够对你生命做出重大的贡献，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创造极大的善业或者创造极大的恶业，都是在人间完成。其他的道啊，都是在酬偿你以前做人的时候的一个果报而已。所以佛陀只有在人世间出世了，因为人世间的第六意识他能够产生很深入的思维，就是善巧名言啊。所以这个人道啊是值得珍惜的，因为我们要对生命产生重大的扭转啊，有两个因素：善得人生，第二个听闻正法啊。那为什么善得人生呢？因为这个人生的第六意识是一个有觉片剂子，他的觉性特别高啊。当然这个觉性特别高，这个造业力特别强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嫉妒分别啊
啊，做这么多的分类啊，四种的分类啊，就把这个差别遍计值分成有觉跟无觉啊。我们看心恶的初五种啊，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好。